我们两个是就是 Hector 和 Tio 凯达黑客松的团队，那就是我们今天只是想来参考一下最近在黑客松的方式，然后想说做一个互动的界面。那因为就今天开始了，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地图呈现黑客松 Hacking 的过程，然后我们今天才开始想名字。那因为凯达黑客松是一个人数规模大概是大于500人的活动，那如果我们要让大家都可以在场内互相交流，知道各个专案的进度，但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在有效时间内去完成，就比如说导览，这个可能在非常大规模的事情我们都没办法做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可以在线上完成的。那我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交流，然后让大家知道各组的位置，然后专案大致的介绍，然后比如说哪边发生了什么活动，显示场地图这样。那好，这些跳过，直接看 demo。就是这几年简化的大概概念，就是我们希望有各组的专案，就也可以以 GDB 的黑客松为思考，就是大家可能分布于各处，那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需求，我们可以用这样及时去看到说各个专案现在可能是在提案，或是在真人，或在赶工，或是他其实是他可以接受的展示，那或者他其实已经放弃想要准备结束这一场活动了。那大家跟我就是他会有行程介绍、聊天室，然后黑客松最重要的时间限制，那可以点各专案去看他的状态，或者是他可以去一个列表去看各个专案，然后去选择自己喜欢的。大概介绍是这样。我是临时被抓上来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 Hacking Man。